啊，咱在中坚力量社会老大，大家好吼。我今仔日来针对这個民进党啦，当初恁这民主前辈，吼为着言论自由啦吼，啊这啊做无公平的这个法令啦吼，伫抗议，吼因这是吼真正为着台湾人民好的。啊，你即摆来。哦，国民党咧执政，蒋介石的手内，拢一切拢照恁的意思，哦，拢改进过来。即摆话恁咧执政，哦，啊，得着讲啊，这执政权的好处啊，硬咧贪，啊，还佫有一寡在法令要修改，恁就无爱改啊，迄拢恁当初要求的啊。你像讲要甲废掉这个啊，做考证两年啦吼，这也恁的诉求啦，啊，这嘛。我嘛感觉都爱安尼做啊，啊！结果即摆来国民党甲民众退出来，你咧反对安怎？因为你得到好处好康嘛，哦，在野的时阵得袂到遮个好处，你就讲要甲废除啊！啊！你即摆得执政好，啊，这有够好康的，你收税又搁迄个贪念啦，走出来，还不准废除。恁即款哦，辜负台湾人民对恁的寄托，哦，啊贪污连连啦，哦，你这个，而且我要控这个柯文哲啦吼、哦，我讲你针对因要甲你我办的这个案件吼、哦，你千万唔通以你立法委员这个背色来甲伊条件交换你的官司，因为我看起嘛吼。主要你无贪到钱财啦哦，拢袂当甲你安怎啦哦。你这个案件甲因这个也做，你像迄干妈店迄50万会当摕十几亿个诶这个工课啦吼、哦，啊钱已经赚去啊。即落个因这个严重要几百倍，啊因这都无办啦，你咧烦恼啥？哦，像这口罩啦。种种弊端太多嘛，哦，你唔免惊，啊，希望你都爱吼、哦、为着台湾人民，啊，配合国民党，哦，咱尽多多数，啊，做无符合的这个法令该修改爱修改，你千万唔着，唔通为着你的私利啦吼，摕、哦、你的官司来甲民进党来交换，安尼你就变台湾的罪人，你会去予老百姓甲你。唾弃啦，哦，希望你会当谨记在心啦，哦，为人民设想吼、哦，人民都会徛伫你这边，会甲伊支持你，免烦恼啦，哦，啊，你这个民进党啦，哦，你真正害台湾害到这点，恁贪八年啊，还阁不知足啦，啊，比害人来卖算啦，都敢那最近这个蔡英文的人来都八年啊啦，啊。几啊万亿啊，毋知走去对去咧，拢对社会毋免交代，啊！啊，恁安尼真正拢不知足，啊！嘛替台湾人做一寡工课，啊！恁工程干嘛咧做？啊！这道路，你是讲花莲啦、富坤市伊个，现在有够两条，拢恁为着要阻碍啦，恁都讲白贼话上牛，吼、哦！啊，就头老百姓神经讲好，恁家己算个啦，啊！2万亿，要对西2万亿啦，有头壳的都亲像国民党咧执政啦，拢唔免开国家的钱，高铁这也 BOT 啊，国家唔免出半角，啊，都会当完成一条高铁。啊，你民进党执政唔是，开政府的钱佫无限制，一直开啊，一年做会起来，你爱10多亿啦，啊。恁实在真正，恁这政党真恶劣啦！哦，啊，你这个埃克华这大陆这啦，当初啦，人国民党要签这偌济项，诶，这个也做免税，甲咱优待啊，一年啦吼、哦，咱伫阿拉个遐赚几啊万亿，啊，拢互恁贪面啦！啊，你即摆来啦，哦，甲签都签到伊即摆这个，啊，恁也唔签啦，唔签人即摆甲伊停起。哎、欸，你即摆如果你行家袂使停，爱甲你优待，你哦，民进党你害死台湾，笨死了。
Yeah.